演唱会邀请到小乐、吴思贤、Special、郭靖、陈燕允、朱丽静、陈零九和塔友也来到后台喽。疑问之下，原来伟健也曾经在咖啡店打过工呢，只不过事隔久远，已经没什么记忆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唤醒的记忆，唤醒记忆，快点！我是左右撇子，右撇子，那你左手拿钢杯，然后右手控制人体管，那用摸黑色的地方放吗？行不行？我已经没有记忆了。大概买一下，好，开心。然后嘞，好好好。哎哎，好。哦，然后在那个边界那边。等泡都吃下去，牛奶有点微烫。好。这有打到吗？有。有。好，可以。好，好咖啡给你。融合。左右这样融合吗？对。好，然后再融合，再融合。要起来了吗？要起来，然后云。你现在是随便说的是云。中间，然后抖。抖你要的东西啊，这样。对，然后把泡泡，就是小指要一点抬高，把泡冲。小指抬高。小指要把拉到高杯。把还规定要这样子弄。小指抬到高杯提高，然后这样才能泡冲出来。好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杯子往正，然后让。飞机起飞，飞机起飞，不是不是，飞机起飞，把那个钢杯拿起来，这样起飞，哦，起飞，这样起飞的感觉，这样你要往后拉，这样才会有尾巴，对对对对对。我跟你讲，你承受的是什么肉包？就是很坚强。我觉得这太难了啦，不然你试试看。我要试一个，就肉包。你打奶泡，你打在浪费好咖啡，打嘴炮就好。打奶泡，打啦，你打奶泡，你打。在看到伟靖的拉花成功以后，婷姐也激起挑战的心，从打奶泡开始进行拉花喽。请这位大师教一下。一样先融合，小指，是不是很无助？他在说什么？融合嘛，对不对？融合什么？融合，融合了没有？融合你要跟我讲一声哦。OK 好。所以我可以开始作画了吗？是，可以。好，来哦。不是我要说了，虽然说这个爱心有点缺陷，可它最起码是个爱心。你可以不要再补救你那个垃圾了吗？我决定我就要再补一点点，多补一点点。哦，哎呦，好像可以哦。嗯。好了，其实越来越不像爱心了，没关系。其实以新手来说，伟靖和明杰已经是很有天分，而这一次来到育达迎新校唱，也让他们回想起自己的高中生活。那你在高中是大家会就是很受欢迎的帅学长？我是纠察队的，就是抓罚仔，是廖北亚，然后每天都要站在门口，所以曝光率很高。所以在学校，自己讲曝光率很高，在学校里面的那个小有名气吗？对，小有名气。哎，那个男的是很机车，你要被我抓。以前是别人吗？那我们傀儡吗？不是，你以前是别人傀儡，对不对？高中解放这样，对，开始比如说，哎，有对衣服的兴趣，对，打扮自己啊，对对对。他一脸才刚从高中脱离，对，所以才刚从高中，现在才大二。然后，其实我跟你分享的就是高中生 special 的一员吧。高三的时候，那时候有进的 special 就是打妹吗？还是没有没有，